还好，我现在有点小。哎，刚才卡了一下，差点没了。这鸟套的可以了，先救他。在那边蹲蘑菇，抓他！然后医生会救他，不救就打。然后三连电击在这边了，然后这把就没什么。没什么问题了，椅子刷得好，这边两边椅子都有。
抓到一个。 怎么回事啊！我也是醉了，这都能空。 我猜这个空姐在摸箱子，雕像那边。
在医院。哎，我这他妈怎么这么菜呀、啊？打平看，本来等会挂上人之后要等，我就站着等一会儿。封印的，拉锯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眼。姐，告辞，抓他，浪费时间。海边有一个人，我刚才看见了一个轮廓，跑过去了，我不知道上船没？刚上船啊！哎，你还会卡的、哦？我操！大夫，那拉的拉的挺好的，卡我一下什么意思？哎，节奏回来了，这个魔术师失误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拉个机卡我一下，头皮发麻。空姐在大房子，她过来了，拦她吧。左还右啊？来左你右，左边。给他套了个鸟，亏。那真的难受，推进器卡了一下。我这边只能等正手了。再翻，抓到你了。
两个钻头起得来吗？挂上人之后，空姐就不动了。空姐还没治愈的。不修了，可以死了。哎，装墙了都能打成这样，我也是服。失误了，手上就有一个推进器。窒息的休息速度，三木人没有，不压迫了吧？不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必死，我卡了一下，我是服的。
本身还挺穷，他救不到。 12分，真够意思，难得赢一局12分，哎。